你为什么要接我回来？这话我应该问你。你为什么要跑？你知不知道，今天我已经把入院手续都办好了。我这个病就算是去住院，也是一个死。大夫可没这么说，说没有那么严重。你不要再骗我了。我们第一次去医院的时候，我就偷偷问过医生。 见过，10多年了，斌子去世后我就一直拖累你，害你到现在都没成个家。什么呀？这事儿跟你没关系。你听我把话说完。我知道你对我好，只是。 我这个病是不提动啊，我这样会把你拖死的，你知道吗？文贤，你就别瞎想了，啊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你只要踏踏实实的治病就行，啊。歇一会儿，我去给你做饭。你知道我的脾气啊，以后别再让我着急了，啊。 我想问一下，你把阿瑟送到哪里了？谢谢。